金蝉脱壳。你现在输得精光，连出国的机票都买不起。不，我有钱，一共8000万。如果你跟我走，这笔钱一半是你的。你哪来的这笔钱？我做代理，每个月跟庄家结一次账，这个月的账还没结。这是别人给你的赌资，不是你的钱。可是这些钱已经实实在在地汇到了我美国的账号里，就在今天上午。怎么汇的？地下钱庄。就是说你现在欠庄家不是1亿2000万，而是2亿。是的，一共2亿。哥，1亿2000万也好，2亿也好，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。我们两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还清这笔巨额的债务。可是我们要是结下了这8000万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国家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干，可以舒舒服服的一辈子。你想过我们兄弟俩要为这笔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这辈子就完了，以后要隐姓埋名在逃亡中度日，就是死了都没人给我们收尸。哥，情况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悲观的。我们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，那就是噩梦一场。反正我是一定要走的，接下来就是你的决定了。我已经和庄家说定了，最晚明天6点结账，我们还剩下20个小时。这次要是错过了，那可真的是万劫不复了。明天下午3点，我跟李岩约好了去登记结婚。要走，明天下午必须出境，你自己选择。小狐狸怎么学会吓唬人了？那是因为这个猎人太笨了。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老客户缠着我脱不开身。你看看你，睡觉也不盖被子，还开着窗户，这样容易生病。我这么大人了，还得我提醒你。就算是我到了70老80，也得要让你照顾，照顾我一辈子。那我哪天要突然消失了呢？还没结婚呢就想逃跑啊？我是说我总有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明天下午3点之前还可以，在这之后呢，一分钟都不可以离开我。太夸张了，不相信啊？喏，你看，只要我轻轻一按快门把你锁定住之后，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，你躲都躲不掉。
肯定能把你救出来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陈寒在拥抱我的时候，泪水注满了他的眼眶，可是我没有看见。其实即便看见了，我也一定会认为那是被感动的泪水，怎么可能想到还会有别的原因呢？走了。依然，没事。别忘了明天带上身份证、户口本。下午三点钟，我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等你的。走吧，晚上开车小心点。师傅，我想去一下前面的婚姻登记处。喂，哥，你不会到现在又改变主意吧？闭嘴吧。怎么样，有消息吗？还是没有，跟很多客户都打过电话了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他今天肯定没来过公司吗？没有，他一大早来过一个电话，让我接到财务总监室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说不定陈总遇上什么事，要不您先到他办公室等等吧。喂，圆圆。妈，陈寒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你在哪儿呢？在他公司里。你在那儿干什么呀？饭吃过了没有？还没。还没吃饭，赶紧回家吧，别一个人在外边胡思乱想的。知道了。
我们调查了这几天的交通事故报案，伤亡人员名单里没有他，接报的刑事案件也没有涉及陈寒这个人。啊，那他会不会是被绑架呢？不像。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勒索电话？那他不可能就这样人间蒸发了呀。该找的地方你们也都找了，可以初步判定为失踪。为什么偏偏在跟我结婚那天失踪了？据我所知啊，很多男人都有结婚恐惧症。他可不是这样的人。我非常理解。这样，我们已经有备案了，一有线索马上通知你们好吗？啊，那行，那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。文然，走吧。你说那个警察说的话虽然难听，但我觉得这事情确实有点蹊跷。陈汉要不是遇到了不测，我觉得他就是有意失踪。然然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们之间闹没闹过矛盾啊？哪怕最小最小的事情。妈，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跟他之间没有问题，他不是因为我负气出走的。虽然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，但我现在还是觉得肯定是他公司出了什么麻烦事儿。那他公司那边怎么样呢？公司现在上上下下都已经乱了套了。真是想不通，就算他要做落跑信了，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公司都不管了吧？那他弟弟的电话你打通了没有呢？没有，关机了。到关键的时刻了，这两个人真是滑稽，一个失踪一个关机，怎么回事啊？然然，这件事情啊，看来只有等一等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知道我有个父亲在西班牙，别的妈妈什么都不告诉我。我也不懂为什么小时候我一提到爸爸他就马上变脸，而且很生气地告诉我他已经死了。你知道吗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里对父亲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。我一直想搞明白我的父亲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长什么样，他是做什么的。可妈妈什么都不说。慢慢的，父亲在我心里就真的死了。我再也不愿意去想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你能不能理解。我能理解。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放了26年了，它像个毒瘤一天天长大，直到不动手术不行了。现在我找到了你，虽然你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但这事总算是有了个结果。我前两天还问过您，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当年妈妈不说，您现在也不说。我是怕你知道了之后会怨恨我，再也不想认我这个爸爸。您不说，我都能猜到。您刚才已经承认了。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是个毒瘤。我不是想评判谁对谁错，我只是觉得我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吧。是啊，的确应该把一切告诉你。说起来，我跟你妈妈认识是在出国路上，也是缘分吧。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，跟你现在的岁数差不多。Thank you.
到了巴塞罗那后，情况根本跟我们在国内听说的不一样。工作很难找，又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也不通，打短工也不一定能天天有。在最初的那段艰难日子里，同乡如一墨，像两只小动物，靠体温互相取暖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不久，我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在一家西班牙人开的家具店送货，也开始学当木工。你母亲在餐厅洗盘子，她人很勤劳，干活也卖力，我们的生活总算有了基本的着落。她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看不到前途，像不见天日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，生怕被移民局抓住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大赦。我们都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，有一天晚上快下班时，老板把我留下了。你toma un descanso, ten en casa para probar la cena que prepara mi hija. Sí, gracias.Teresa cocina muy bien. Hoy vamos a beber un vino que hacemos nosotros mismos. Salu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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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一直对我很欣赏。那天晚上，老板告诉我，他很喜欢中国，也喜欢中国人。如果我和他的女儿 Teresa 结婚，他就帮我解决身份。这个突如其来的馅饼实在太诱人了，我简直难以抗拒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母亲时，其实我对她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你明天就搬进她的家，我也没意见。你别这样，这是我们由黑变白的唯一出路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咱们离那一天不会太远了。现在机会真的来了，如果我们错过，再想解决身份问题就真的遥遥无期了。她漂亮吗？她漂亮也罢，不漂亮也罢，都不是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。你相信我，我心里只有你汪秋萍一个人。我会马上跟她结婚，然后解决身份问题，再跟她离婚，再解决你的身份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。那你这样对得起他吗？我们讨论一天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后我们决定用投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命运。结果是你离开妈妈去跟别人结婚。是的。那后来为什么你没有离婚，而妈妈怎么又回国了呢？我和我太太 Teresa 结婚后不久，身份还没拿到，你妈妈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结果选择了去移民局自首，然后被遣返回国。秋萍啊，汪秋萍，汪秋萍，放开我，秋萍，相信我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你。
到了身份后没几天，我太太田尔莎也怀孕了，我再也开不了口跟她去提离婚。我发现我自己走进了一个良心死胡同，无论怎么做都要对不起另外一个女人和孩子了。爸，您别难过了，坏了谁都会一样的为难。您不是回来了吗？这说明你心里没有忘记我们。我想妈妈在九泉下有知，也一定会高兴的。小薇，爸爸让你的人生一开始就残缺不全，这一切都应该由爸爸尽力来弥补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把你接到西班牙去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你说好吗？很久以后，汪小薇亲口告诉我，那一刻她有了些许的感动，好像真成了林百年的女儿，能为这个可怜的父亲带去她所期盼的天伦之乐。怎么是办留学呢？为什么不直接申请移民啊？他说办留学比较方便，马上就可以走了。等到我去西班牙的时候，他再想办法改身份。听起来他比我还急呢。太好了，你马上就可以出国了。哎，只是我这几年学的英语都白学了，现在要改学西班牙语了。小薇，你想过我们的事儿吗？什么事？在你出国之前，咱俩把婚给结了吧。着什么急呀？等我到了西班牙以后站住脚，我们再结婚。等你到了西班牙站住脚，谁知道到那个时候还记不记得我？哎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？没想到你那么小心眼，真让我失望。你别回去了嘛，我想你了。啊，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了，我很累，想回去睡觉。你好李小姐，我是公司财务总监刘东。哦，你好刘总监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去税务局办了点事儿，听说你等我很久了。哦，情况你都知道了，我想问问你，我听说陈寒失踪当天上午跟你通过一个电话，对吗？是。那天我刚到公司，陈总就来电话，让我把公司外汇账号上一笔欧元，马上给他划到另外一个账户上去。听口气好像很急，我就去银行给他办了。是多少钱啊？对不起。这个是公司内部机密，不方便对外说。反正不是很多。那是划给谁了？这我也不能说。是划到陈寒的个人账号上了吗？这是你猜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知道了。你说陈寒突然失踪，跟公司的经营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比如说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债务问题？不可能，我们公司的运作一直很正常，而且陈总非常小心，早期的贷款也早就还清了。公司的利润已经连续增长好几年了，作为财务总监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个话。这些话呢，他之前也这么跟我说过，可毕竟现在人找不到了，总得需要个理由吧。是啊，公司上上下下也都想不通这个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再见。
意外地发现陈寒给我留下的东西，我确信他是出走了。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他为什么会弃我而去？他又去了哪里呢？来了。来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镇政府的于子明于先生，我们的大恩人，多亏他我才找到你来。林先生，恩人谈不上。哎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位就是汪小姐。是啊，请进。来来来，汪小姐，真是恭喜你啊！能和失散25年的父亲团聚，真是个奇迹。哎，林先生，其实汪小姐我早就认识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认识吗？于先生应该是认错人了吧？林先生，我上次不是跟您说，我说汪小姐是咱们越剧团的当家花旦，人家是明星，我能不认识吗？啊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其实我也是半个越剧迷，这剧团里大大小小的角儿的演出我全看过，但我最欣赏的还是汪小姐的表演。啊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小薇啊，于先生真是个热心人，我一直想表示谢意的，他就是不肯接受，只说呢想过来看看你。哎，那今天就由偶像出面请戏迷吃顿饭，于先生你应该不会再拒绝了吧？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今天不会下雨了。李先生，地上的天就是这样，阴阴的，但是下不了雨。哎，西班牙那边怎么样？哦，紫外线大得不得了，是吗？小薇，我不能喝酒，你就带我先敬于先生一杯。感谢他的恩德啊。我也不会喝酒，以茶代酒吧。哎，汪小姐，这个酒量的大小那是水平，喝不喝可是态度啊。啊，林先生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这个酒量也不行的，但中国有句老话嘛，舍命陪君子，我于子明我先敬二位了。汪小姐，我干了。嗯，汪小姐，我这一杯都下去了，你这不动啊，这不给我面子啊！哎，慢慢喝，慢慢喝啊！啊，哎，快点，吃口菜压一压啊！看来汪小姐真的不会喝，没在我面前演戏。我离开国内20多年，连一回来就碰上像于先生这样的大好人，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才好啊！哎呦，林先生，你这么说太见外了。你说做我们这行的，替人办点事儿，那很正常嘛。办对了呢，落声谢谢；要是办错了，弄得张冠李戴，那也是会招人恨的。像于先生那么聪明，那么仔细。怎么会办错呢？没，那这一年365天，人多事儿杂，没准就办错了。林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最近我还真办错了一件事儿，挺后悔的。于先生，其实你不用过度自责的。你的工作这么辛苦琐碎，出点差错也是难免的嘛。啊，有机会，于先生想不想去西班牙散散心啊？我负责招待。哎呦，那当然好了。爸，于先生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，所以没办法随便接受出国的邀请。于先生的恩，我会想办法报答的。我汪小薇一定做到。好。于子明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没想干什么，我就是开个玩笑嘛。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。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想看看你们父女关系处理得怎么样。你少来，你还不是怕我把你甩了？你也不动动脑子。在林百年的眼里，我们两个以前不认识，突然间要结婚，他会怎么想呢？你帮他找到了女儿，他的女儿又是你的老婆，有那么巧的事情吗？那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接了。谁说的？
只是现在不能。那什么时候行啊？你又来了，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等我到了西班牙，顺利进入他们家，站住了脚，我们再结婚。我们到底要讨论多少次啊？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只要我能做。你肯定做得到。做什么？发誓。发什么誓？汪小薇要是背叛于子明，横死西班牙。太无聊了。你要我发毒誓？你疯了！你不背叛我，那不就是一句空话吗？那我更不能平白无故的咒自己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说，你不敢。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，你才会相信我？我们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以为我说背叛就背叛啊？你也对你自己太没信心了吧？而且到时候如果我变心的话，你不是随时可以揭穿我吗？需要发毒誓吗？子明，你这几天究竟是怎么了？想一出是一出，当初让我冒这个险不也是你的主意吗？我害怕。小薇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几天真的是挺后怕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是职务犯罪呀！这要是出了问题，我就是要坐牢的。你好，你去了西班牙，然后再把我甩了，那我于子明还有什么呀？又过了好几天，陈安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一部蹩脚的好莱坞电影里的女主角，被编剧极其不合理地写进死角，陷入绝境，充满了荒诞感。正当我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，事情却有了转机。那是陈安失踪第八天的下午。说是巴塞罗那的，陈涵肯定在那儿。这上面也没有他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他的字我是认识的。再说了，你看这句话，爱老虎油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俩的暗语，爱老虎油呢就是 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我们之前看过一部电影，男女主人公就是这么说的，后来我们也就这么说了。那他不辞而别把这个寄回来，说明什么呢？你别说了，让我想想。陈涵寄给我这张明信片，肯定是有他特别的用意。他想告诉我什么呢？他被困住了，又不能明说，希望跟我之间会心有灵犀。我太笨了，妈妈，他明显是在暗示我，告诉我我们蜜月旅行的目的地不变，还是巴塞罗那。他去打前站了，不可能。如果是蜜月旅行的话，那应该是先举行婚礼再去啊！哦，还没登记呢，他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你先不要着急反对嘛。陈涵本来就是一个不注重形式的人，再说了，他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呢。我现在护照都已经办好了，他也给我留了新买的相机，还有那么多钱。很明显，他希望我去那儿跟他会合，说不定还会给我一个惊喜，也有可能。我们在巴塞罗那登记结婚，没准还会有一个浪漫的新式婚礼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不是说他已经同意不去那儿了吗？出尔反尔的，还新式婚礼。妈，陈涵本来就想去巴塞罗那，他也知道你是很反对的，所以他这次
就决定要先斩后奏，就算是回来挨骂他也认了。再有可能就是顺便他要考验考验我，在大事情面前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。如果这次我听了他的，真的去了巴塞罗那，那他这个当丈夫的就会觉得很有面子，很有成就感。哎呀，都怪我多嘴，当时要不告诉他你反对，也就没这么多事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他全是冲着我来的了，那你用不着采取失踪手段呀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太不负责任。哎呀，妈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恶劣，这是年轻人之间玩的一种浪漫爱情游戏。我觉得陈寒不是那种搞怪出格的人，根据我平时对他的观察，他做事情包括他的思维都是特别有条理，他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人。没错，他是一个逻辑性思很强、条理很清楚的人，所以在处理这种浪漫爱情游戏的时候，分寸上难免会有点呀。妈妈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啊，等我到了巴塞罗那以后，我很快就把他押回来，让他给你负荆请罪。你还是准备去啊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显得你女儿多没情趣啊。那我问你啊，巴塞罗那这么大，你上哪儿找他去啊？哎，这里有地址的哦。这不是地址啊，这是信箱号码，代表不了什么。那也没关系，既然陈寒在跟我玩游戏，那就一定有游戏规则，说不定等我成型的时候就会接到他的新通知。你真是被冲昏了头脑，你现在智商等于零，你没救了。你妈，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我爱的这个人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今天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。哎呀，妈妈，我现在就要去趟旅行社啊！如果一会儿他来电话，你在电话里告诉他，就说我生气了，好好吓唬吓唬他，你也可以骂他两句啊。冉冉，冉冉。我的运气很好，旅行社正好有一个欧洲四国游的旅行团，几天以后就出发，而且第一站就是巴塞罗那。正当我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去巴塞罗那旅游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此时也正在为汪小薇办理去巴塞罗那留学的手续。学费5000欧元一年，那经济担保呢？这倒没有问题。你的意思是可以把护照带回西班牙办理签证吗？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会快很多的。好了，建文就这样吧。这事你千万不要声张，尤其在我太太面前要保密啊。好了，巴塞罗那这个地中海边的城市原来离我那么遥远，跟我毫无关系，现在却一点一点变得清晰和实在起来。当时的我还很难想象到这座城市与我的血脉有着如此深远的联系，也不知道在后来的岁月中会承载我那么多的伤痛和悲情。双手却只抓住空白，有没有一种爱能放得下？试着说好一直相爱，结果却分开，是谁以为早就懂得，其实不明白。红色裙角的摇摆，回忆当作尘埃，石榴花不再盛开，
错过你，错过爱，我回来，你离开，你微笑，我却哭起来。我们那么遥远，张开双臂，想要越过大海，有没有一种爱，放得下一生的等待？我们那么靠近，伸出双手却只抓住空白，有没有一种爱能放得下一生的等待？我们那么遥远，张开双臂想要越过大海，有没有一种爱放得下一生的等待？我们那么靠近，伸出双手却只抓住空白，有没有一种爱能放得下我一生的等待？